脱离舞台，王一博在录音棚里的表现同样引人注目。这位年轻偶像身穿绿色衬衫，散发出无限活力与时尚感，令人无法忽视。他专注的神情和洒脱的动作传递出对音乐的热情，仿佛每一个音符都能化作耀眼的光芒，让人不禁想要随之舞动。在录音棚的每一个角落，王一博对音乐的执着显而易见，他认真聆听每一段旋律，反复打磨，追求完美，这种专注力令人钦佩。在他眼中，音符间的每一次碰撞都是他追梦路上的重要足迹。他不仅在录制歌曲，更是在用心感受音乐的力量，每一次尝试都是一次挑战，带着无畏的精神和快乐的心情迎接每一个新音符。王一博的绿色衬衫成为他时尚表达的象征，这件衬衫彰显了他的个性与音乐的灵动完美契合，为录音旅程增添了亮丽色彩。他向外界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，无论面对怎样的挑战，都要勇敢做自己。音乐与时尚在这里交织，形成独特的魅力，激发人们探索更多的欲望。王一博在录音棚的小故事，不仅展示了偶像的光鲜外表，更体现了他对音乐的热爱与追求。通过绿色衬衫的亮丽外观，他向我们展现了年轻一代对生活的热情与活力，每一个细节都流露出他对音乐的真实态度，令人倍感亲切。他如同一阵春风，唤醒了我们对生活的美好期待。